好，我身上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它是那个什么腰围调整扣，调整扣，调整扣。然后它是在外面，所以其实如果你觉得调整扣在里面会压到不舒服，其实在外面你就不会觉得一直摩擦你的皮肤。嗯，对。然后它弹性也是很大的，对，调整扣的东西。那它其实有四个尺寸 ，M 号到 XXL 都有、嗯，所以你们一定不用担心你们能不能穿。像你穿什么尺寸？我穿 L 号。啊，你穿 L 号的部分。嗯。好，然后我觉得它弹性很好，而且它不是做那种真的全长，嗯、然后侧边还有一个小开叉，对，然后看起来比例就会比较好。而且我觉得弹性真的还不错，你看我这样拉都还有空间，真的，它弹性好好哦、喔嗯，这样子都还有空间。所以那你像这样抬脚呢，也都很 OK，, okay、啊嗯、就都很舒服的。对，然后蹲也不会觉得就不会卡卡的，因为它是有弹性的裤子，而且。其实你看阿妮现在穿起来哦，你们可能会感觉合合的、嗯，可是其实它还是非常是有弹性，像阿妮这样拉，其实都还有弹性、嗯，所以其实活动上会非常的舒服。嗯、